哎呦，哎，我跟你说什么？那个轮子呢？你看，积了很多头发啊，我教你怎么做了哈。然后呢，我们首先呢，积了很多头发，你看，哇，因为它不会走，但是你各种椅子好新嘛，你不可以丢了嘛，很浪费嘛，为一个轮子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看，哎，头发，哇。刚才我弄得好辛苦，没关系。那我教你怎么弄啦。首先呢，你两个尖尖的推出来，推尖的头发推出来咗之后呢，拿这个，这个就夹夹，你附近的，掉头来个先啦。咁啊，然后呢，你就很多头发啦哈。咁啊，我一个人就不行嘅，真的，我刚才试嘅，以前都试过，但是今次捉到他个鼻雀，你来帮手，你只手。你嗱，咁啊，你呢只手咧，咁啊，看见头发啦，咁啊，譬如说，啊，这个有头发啦，咁啊，你拿呢、这个，两个东西啊，咁啊，推进头发先啦，有时候我推干净嚟，做个示范给你们看啦，咁啊，然后咧，有头发啦，咁你拿一个尖尖嘅啊，这样啦，我两个推，两个齿状啦，哇，来看看看，其实好干净的了，刚才种多更多，就是要两个，因为它条竹心里面呢长的很多头发，所以一个种不行的，一定要两个齿呢。你帮我种了哈，真的要挤的时候，你捉紧你头发了，溜出头发出来啊，咁啊捉紧头发两个齿，种。这样就搞定噶啦，等我再试下，睇有冇干净，就好干净。只不过今次咧，我要示范给你看，心血来潮啦，一条头发就整理啦，有，还有一条头发啦，咁啊呢边呢，然后呢，你真的捉住先吓，如果你一个人做不动，咁你捉住咗之后呢，照住啲杆啊，转一次转。咁你咁拔拔拔拔，咁啊拉出来，因为它条竹里面呢，就是这么简单啦，我弄了好多次，哎呀，上次一个人捉得很慢吞吞，今次啊捉得特别缺，一定要两个人，呢两个轮子，这样就是这么简单啦，你帮手，我拉住呢条头发，咁，譬如说，呢条头发，就里面啦，咁然后呢，你捉住头发，你手。撞，一次撞噶，咁嗰啲头发咧，剪一条竹度咁，全部拉出嚟啦。OK，拜拜。